哎呦，我们家大佬回家了，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是什么让你嘚瑟成这个样子啊？你看，今天钓的小白条，哎，这个鱼还可以。啊，我说这个鱼还可以，还可以，难怪走出了这个步伐装备哦。是越来越多，哎，这个钓的小白条，好像是没开封的。雨伞，哦，我以为你买了什么好装备哟。你看，每天都热成汗吧，流水黑不溜秋的。没有，我觉得还好，还没黑。看一下这个雨伞行不行？检查一下质量啊，多少钱？花了139，什么？经过你同意的啊。小舅说他买了一把伞才12块钱，我跟你讲啊，那天我看到小舅在那说了，他说买了那把伞才12块钱。12块钱？嗯。72，他说。哦。我这个大一点。哦。你这意思买伞就证明还要这个暑假都要钓喽，是这意思？有这个装备，总会去玩一下，是吧？鱼没钓到，不要把自己晒成这木炭去了。我觉得你还好，你晒不黑。我晒不黑，我想当年的话，已经是吧，晒过原形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伞不错，可以的。我看着这个伞，我想你带我去哪里去旅个游，沙滩上旅个游。你看，这个指甲比较粗。哎呀，刮一次风才知道啊，有给不给力啊？还没开始就在想着被虐的事情，还可以看这样子。我终于有一把伞，下次就不会晒成。这是你第一次买伞？哎呀，第一次买一把这么好的伞，今天钓小，下次去钓鱼的话不要钓小白条了，不然对不起这把伞嘞。没有，我觉得小白条好吃。小白条好吃啊？我去剥大蒜，生姜大蒜了哈。这个什么东西？哦，这是什么？插在地上的。防风。哦，防风插在地上了，绳子给它固定住是吧？这个我懂。打鱼器你，等一下你坐啊。我坐。我今天不行了，太热了。今天的功劳啊，你是人才，这么小的鱼，用这么大的刀，啊，指甲一掐就可以了。掐不出来吗？残留在里面，是不是好恶心？人家都说钓到小白条不给力啊，媳妇才挺喜欢小白条的。小白条好吃啊？啊？一口一个是吧？就交给你清理了。我去洗个澡，热死。下次等我的那个啊，干大鱼回来啊。好了，交给媳妇洗澡去，冲个凉，热得要命。这几天天天都是高温的。